由高一天会，咱即摆吼叫咱台小的程序吼，即摆甲大家做一寡会议报告吼。啊，首先吼，我要甲大家道谢，我知影今仔足侪人拢足欢喜，看到恁足水的相片吼。啊，足侪人嘛来甲我讲讲，哦，丽华，我要安怎甲你感谢？你嘛要感谢中北会，遐你迄只多爱遐有一个写一个捐献吼，一定他有毛有批咯。随时都欢迎去遐甲阮捧场哈！啊，咱的张会计师嘛伫咱的现场，张会计师足疼咱的长辈，伊甲咱看咱遮李监事团队有认真做代志啊无？另外，伊逐届人讲逐届甲咱奉献哈，多谢。过来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顶届我有甲大家讲。咱今年无办一日游，所以阮办一个中秋联欢午餐吼，这就是阮当时在那边吃饭的。所以你看这个相，恁无去的人就感觉足无彩。阮拢总有七道，大家拢食到欢喜干的吼。啊，你会当看这个结果。啊，内底阮阁有唱歌，啊，大家伊啊嘛有抽奖，所以足好。所以后届嘛阁有这个机会，是希望较侪人参加。啊，过来就是。今天大家都有拿到相片，也多谢大家把新的李监事团队捧场，因为恁有投票，有恁的支持，咱中北会再办得哪来哪好啊，大家都有收到一个相片哈。啊，足侪人甲我讲，哦，我讲遐尼水，哈，你有遐尼水啊？无是遐尼水，你家己知影哦。所以迄个相片后边有写你的名，上尾有四个号码，迄就是你的相片的号码。万一你感觉讲哇，这张足水，我要洗几张啊送阮囝，大家人讲挂一张吼，啊你通啊来找我，甲讲迄个号码，我就来替甲你洗啊。啊你嘛讲有一个人讲哦，我讲这贵呢，穿起来这么贵吼，啊这个是嘞，迄个托尼的呀，后盖我会叫托尼把你的设备向门底啊摆起来吼，啊。特别的节目就是结婚周年纪念，我知影有的人足爱人来庆祝，啊，有的人就足避暑，无爱人庆祝。我一直甲大家讲，咱中国就是咱的大家庭吼，咱来遮咱就比你厝的同款，无感觉讲歹势。咱来遮是同齐快乐，同齐欢喜吼。上尾我要今仔就是重阳节，我要来特别做一个吼。拍摄我用我的标准吼，要去选一个最不平凡的长者。第一个我要选吼，你嘛四个人举手，咱才有工作人员伫遮当帮忙。你坐轮椅来遮，你一年内底上少参加两届咱的大会，人举手。坐轮椅来的啊，这一位，过来，啊，坐轮椅来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哦，那边哦。那个是拿什么哦？拿拐杖的不算哦，坐轮椅来才算。后盖咱再来开一个拿拐杖的迄个表扬会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所以今仔就是坐轮椅来啦。过来哈、哦，咱要来表扬什么会？这个哦，都爱你家己诚实告诉我哦，啊，莫歹势。我感觉讲，你今年你的老板，无管是查甫啊查某，你的老板先早你一步走，不过你要足拍拼，认真活落去，咱来甲这人鼓励，举手。苏妈妈也是，啊，我知道有那个官贵好。这人咱甲鼓励，咱甲举手，因为咱早无管当时，咱一定爱去继续做吼，所以先早一天走无要紧，啊，剩的迄个人爱认真活落去。这嘛，今仔日陈龙陈先生甲咱讲，咱就是爱认真打最后一场漂亮的仗，对不对？啊，好。第三，你我要搁奖励，就是讲今仔日的现场，啥人上侪岁？我请问，有人超过95岁无？举手。有人超过95岁？啊！啊，咱剩几个厘米啊？咱搁剩几个厘米？剩 ，OK。无人超过95岁啊吼！啊来，94岁几个？一个啊，那个谁？哎、欸，他有没有领过？有领过的人就领一次好不好？
93岁有没有？93岁，好，93岁好了是吗？哦，老伴去找，今年老，是的，更正哦，你的伴嘛走哦。当时走的我无办法，我回去10年前啦，我是讲今年啦哦，今年走，所以想需要关心的哦，对，来93岁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哈，92岁，92岁，来，童妈妈，来，92岁，那林晨怡，哎，那边林晨戴帽子的那个林晨怡，好，还有没有？我有没有漏掉谁？92岁，春祥贵姐哦，起码满两个人都爱罚钱哦，91岁的举手，啊，那个第一个牙齿好，那个。哦，哎呦，你没有啊？现场91岁，91岁没有啦，有没有？没拍谁哦？哎，徐老师，你几岁啊？还没，徐老师还没。OK， 91岁没有，90岁，哇，90岁太多了，他们去吵架。我想好、哦、那个吴秀英，他先举手了，哎、欸，那个证明话，我待会再多一个别的礼物送你哈，是的，是的哈。好，这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哈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时间足宝贵，因为安那，文教中心甲恁讲，哎、欸，恁一点半一定爱刷，因为国内吼是咱台湾的前副总统吴敦义哈，伊要来家，你嘛喜欢他的就留下，不喜欢他的就回家。不过咱一点半爱刷。所以咱下晡的节目要照常进行，所以咱即马开始要分便当，啊，连伊大家拢坐好，莫走，安尼我分便当才会当紧吼。啊，另外我佫甲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大家今仔日拢有摕到便当吼。有的人讲这相片也袂食你啊，你也袂发一寡食的，啊，我也知影你的心肝吼。咱台湾人拢足爱食，所以我连伊分便当了，我佫送你一个小蛋糕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